回想起来呢，我记得啊，我们还没有出唱片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在大概一个这么大的舞台上表演啊。对啊，小小的嘛，吼，今天也是一样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今天也是，我们在这么大舞台上表演。不过你看看哦，你看看，今天呢，来了这么多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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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多的人呢。对，你看，还有后面的朋友，那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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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朋友，这么多哎。你看看有这么多哎，一样是这么小的舞台啊。也对。可是，我们这样一路走来啊，其实也算是蛮辛苦的啦，吼。还好有我们五个人啊，互相扶持，一路走来啊，现在啊才可以顺利的站在这里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就是全天下最完美的阵容喽。等一下。啊、哦，怎样？不对。我们不是全天下最完美的阵容，不然谁才是啊？要我们五个人，还有这边这么多的朋友，我们才是全天下最完美的阵容。